怎么回事？阿弥陀佛，是谁打扰本姑娘睡觉了？妖怪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你是谁啊？是不是如梦派你来的？是护持大菩萨，巨大慈悲。说不说啊？三下红巾。是这庙里的杂役。杂役？庙里怎会有杂役啊？我是孤儿，从小被师父收养，师父说我佛缘未到，不许我出家。那庙里的其他人呢？我师父四年前去世了，就剩下我和师兄。今年城内军荒，都去督府布道了，所以我上山采药，这一回来就……就什么？这叨扰了姑娘，在下实属无心，求姑娘恕罪呀。算了，我看你白白净净的，应该挺好吃的吧？不要，我不好吃啊！不要过来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吃我！救命！庙里的小杂役在一起。杂役？他跟杂役在一起做什么？不清楚，但他应该会来找您。冥顽不灵的家伙，找人看着他，别让他坏了我的好事。是。别动，让本王看看你的伤。
怪我，本不应该让你承受这些。莫要自责，为了王爷，我死也愿意。如墨，你放心，等那个老东西一死，王位就是我的了。到时候，我要开辟一个人妖共存的世界，而你和我，便是这天下的公主。到底是谁呀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是大荒北山的龙族二公主白皙，白大小姐，现在要去督府找我姐姐。你找你姐姐带我干什么呀？我又没去过督府。督府的路那么远，一个人在路上真是太无聊了。带上你，我饿了还能垫垫肚子吗？走。大肉包子、米粉条、红烧肘子、烤羊角、冰糖葫芦、马蹄糕。开始吃比较好呢。哎呀，别这么想不开嘛，弱肉强食本来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呀。那是你们妖，我们人可不一样。有啥不一样的？我们人是有爱的。爱是什么？爱是慈悲。什么意思啊？师父说，人间的爱是种执念，对众生的爱则是解决苦难的方法。Thank you.
这就是鹿台城，大惊小怪。公子，一起喝一杯呀！你确定你姐姐在这儿吗？啰里吧嗦干嘛？真是话多。这是我自带的口粮，给我看好了。是。快点。小孩，放我出去！哎，来了醉生楼，不都得喝一杯吗？不要啊，我师父不让我喝酒的。来这儿的都说不是自愿的，但只要来了，就还会再来。公子来嘛。师父的，师父的。你要是不喝的话，我就得拿嘴喂你了。我自己喝。里面请。久闻大荒北山的小龙女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样貌非凡呢。行了行了，知道我是来干嘛的吧？在哪儿？老身在人间多年，做的都是消息的买卖，
有时候一条消息就是一条人命。也不知公主殿下愿意为了这条消息付出多少呢？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。半年前，你的姐姐来到鹿台城，当时的她跟一个人在一起。她是谁啊？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做了什么。说起来，这个人野心勃勃，却极有权势。他为了夺取皇位，杀光了皇子。鹿台城因为他变得风雨凋零。这跟我姐姐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。帮他做这些事的人正是你的姐姐。有人出钱送你离开杜甫，这次我就吃点亏，直接送你上西天。怎么回事？皇上，快过来，快！臣臣妾不服气，皇上殿
是。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今即不复起，皇族嫡子皆已无存，使有愧于先祖。幸朕有一庶子，18年前置于宫外，皇子左兄有月牙形胎记，朝野上下皆寻往之，助其登位，钦此。快醒醒，小妖怪，别睡啊！客官，来碗茶水吧。老板，能给我一碗水吗？去去去，叫花子。小白，醒醒，千万别睡。慢点儿。
小心烫啊。来。给你们。来，拿好啊。他醒了。看啥呢？坐着吧。你醒了呀？你没事了吧？他们是谁啊？哦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师兄弟去督府布道，没想到啊，他们正巧就在这条街上。喝点粥吧。什么东西啊，难吃死了。他们都是孤儿，能吃上一顿饱饭就很满足了。师兄，阿弥陀佛。施主，谢谢你救了我师弟，明天我们就带他回山。随你们便。你也打水哈。啊，哎，一会儿过来吃早饭啊。好嘞，早上好啊，大哥。他们又来了，快跑！王爷有令，全城通缉左兄带月牙胎记之人，胆敢私藏，格杀勿论。搜！别动！小白，什么东西啊，难吃死了。强食本来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呀，那是你们妖，我们人可不一样。
有啥不一样的？我们人是有爱的。爱是什么？师父说，人间的爱是种执念，对众生的爱则是解决苦难的方法。你干嘛？没干嘛。无聊。哎，今天是少年节，晚上城里办灯会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我不去，我可不想被全城的人围着看。我帮你准备了衣服，你穿上这个，到时候就没人认出你来了。交代你的事儿都搞砸了。也不是完全砸了，起码他也受伤了。那我是不是该奖励你呀？黑奴把他的尾巴。有一件事我要禀报，你们是不是想找那个左兄？有月牙胎记的人，你知道什么？给点儿意思意思。哦，金子啊啊！金子啊啊！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。那就说出来。都是你的。那个有月牙胎记的人就是跟在小公主身边的小伙子，我的人看见了。金子，金子。收拾干净，我要那人消失。把那人给我杀了，替他的人头来见我。可是二公主和他在一起。那就连他也给我一起杀了。是每年最热闹的时候，快来！姑娘好眼光啊，这只花灯是真漂亮。快看，我要这个。今儿啊是上元节，你们可以猜灯谜啊。坐也坐，卧也坐，立也坐，行也坐。我知道是胖子。不对吧？应该是蛇。你说的没错。来，再看看这个。夜深明月梦婵娟。
千金难留是红颜，若说人生苦长短，为何相思情难断。老板，这题是不是最难的呀？这题说难也难，说容易也容易，关键是看他懂不懂。什么意思啊？老板，这题我答不出来。哎，小白。这就是鹿台城啊。亏你还是个人，连督府都没有来过。你不是也没来过吗？我是没来过，可我姐姐来过很多次呢。你姐姐是个什么样的妖怪？我姐姐啊，刁蛮、任性、脾气差，还很暴力。这说的不是你吗？去你的。对了，你说爱是什么滋味的？醉生楼的老板娘跟我说，我姐姐她爱上了一个人，可是我娘说过，万物皆有律法，人和妖是绝对不可以在一起的，所以我这次来就是要带他回去的。人和妖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？怎么，你不怕了？不怕我吃了你？你吧，我师父说我是雪天被放在庙门口的，那天
雪下的特别大。后来我就一直待在庙里，陪师父念经、诵佛。看你伤差不多好了，嗯，你该去找你姐姐了吧？那你呢？我，发生什么了？二公主，姐姐都犯了同样的错误，人是世界上最虚伪的动物。你以为这个小杂役是什么人？他是人间皇子，未来的皇帝，你跟他不会有了解过的。去宁王府，杀了宁王，替大家报仇。杀了宁王，这些死去的人就能活过来吗？对于妖怪，人类的性命就这么卑贱吗？你说什么呢？要不是你和你姐姐。这些人怎么会死？够了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敢这样和我说话？信不信我？
信不信什么？杀了我！你不是想吃我吗？来啊，来啊！别让我再看见你！都是你妖怪，人类的性命就这么卑贱吗？要不是你和你姐姐，这些人怎么会死？就一个人来呀、啊？那小子，妖怪，妖怪！红姬，快来啊！快看，我要这个。今儿啊是上元节，你们可以猜灯谜啊。师父，师父，徒儿好想你。徒儿知错了，请师父责罚。你所犯何错？徒儿没有守好庙，私自下山，害死了师兄弟。缘来则去，缘聚则散，缘起则生，缘落则灭。红尘十丈，却困芸芸众生。人心虽小，也容我佛慈悲。这世间本无对错，万事皆有因果，评断标准全凭人心。因缘起，因缘灭，正所谓一切有情无所有，故甚
般若波罗蜜多，亦无所有。师父，你懂什么？我都说了，我的事你不要管。她就是你妹妹。好啊，你把她杀了，我就原谅你。
她是你妹妹，别伤害她。不用杀你了。我愿意用我的命换他的命。为了他值得吗？姐姐，你又何尝不是呢？听我说，没关系，你不用解释。做什么都愿意吗？等你们死了，我就昭告天下，龙妖祸事诛杀先王和太子，而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天下的大英雄，最后成为了王。如墨，这不正是你所希望的吗？我要杀了你！就凭你，肮脏的东西！你难道从来没爱过他吗？爱是这世上最廉价的东西，只有权力才是永恒。去见你姐姐吧。
金，红金。这首诗的谜底到底是什么呢？你别问了，他想了300年也没想明白。都杵在这干嘛？都不用干活了？去去去，散。我看他是想不明白了。盛皇朝，天现异象，妖魅作乱，皇帝身患奇疾，一日一岁，急速衰老，龙体难保。
皇室三公主长嫔、成安公主分别无故枉死。美色倾国的盛宁公主幸得青梅竹马的表哥瑞王相救，侥幸逃过一劫。沈宁，皇城上下一片惶恐。圣上有令，速召伏龙大将军白毅急速回京，钦此。将军，皇城危急，圣上急召，让您速速回京面圣。伏龙大将军白毅到。你，皇帝圣谕，现将云圣兵符传令于伏龙大将军白毅，统领三军，改封为护国大将军。赐圣宁公主婚嫁白毅，即刻完婚。幼主太子年满16岁后即位云圣皇帝，期间如太子和圣宁公主有一人暴毙，另一人则当即即位。钦此，云圣皇朝053元年。皇上，父皇。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父皇，皇上，父皇。也不是办法呀，要我说你就违抗圣旨救出公主，带着公主远走高飞，要么就借花献佛把公主让出去，再找一个。其实好看的小姐姐还是挺多的，哎，你看那个就不错，哎，这个也还行。那个，我喜欢的款。你不能总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我说你少说几句吧，我想静静。嗯，静静是谁？护国大将军白毅到。完了完了，还带了不少兄弟。我看你是没戏了，该舍就舍吧。啊。
将军。公主你，啊？啊？表妹，这么好的小哥哥你不要，太可惜了。如果你不要，表姐可就替你收下了。公主，你这是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，我早点跟先皇提亲。将军真是好身手，怎么样，没受伤吧？我表妹只是和将军开个玩笑，娱乐一下，将军千万别介意啊。他哪会受伤？你没看伤的都是地上的吗？你们这一个个也叫皇家侍卫，本宫要是等着你们救，早就凉凉了。左前将可在，末将在，全撤。是。全撤？全撤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该不会是他嫌公主你太娇蛮，不娶了吧？哎，谢谢，谢谢。那好啊，谢谢将军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呢？谢谢将军。你真要把公主府的皇家侍卫全都撤掉吗？哎，公主，忍一忍，习惯就好。如果全撤掉了，谁来保护公主？习惯就好。你们去那边，剩下的跟我来。是是是。我去。哎，公主。喂，你凭什么换掉我的侍卫？难不成你白家的侍卫比我皇家的还要厉害？即日起，公主的饮食起居都要向我汇报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让公主出府。违者必斩。是是。别气，别气。我对公主并无半点非分之想，明日是先帝开棺验尸之日，睡与不睡，你自己定夺。你少说话，别想套路我。表妹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太阳太大，防晒。让我看看，
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不要紧，我这是一宿没睡熬的。哦，行了，别解释了，表姐都懂。公主，你和瑞王换一下马车，我们即刻出发。公主这边请。出发！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，不然我没被刺客刺死，倒是先被气死了。公主，白将军也是为你的安危着想，整个皇朝论智论勇也就他专业点，所以公主你就忍忍吧。孩子瞎跑什么？孩子你没事吧？啊，撞到哪儿了？哎呦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你要看看，你要看看，前面怎么了？公主，你不能下去。白家军何在？在。破！落！退！公主御驾，如有挡道，当即斩。诺！退！退！退！哎呦，原来是公主啊！啊，怪不得，我听说都死了两个了，就剩寿陵公主一个了。再出事！哎呀，算了算了啊，我们快走吧，快走。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动手？娘娘，白将军一直在公主身边，想下手实在是困难。一群废物！属下无能，请皇后娘娘息怒。侍卫，娘娘不必焦虑。你叫本宫如何能不焦虑？公主一日不除，我儿又岂能安享天下？娘娘何必着急，老臣自有安排。禀太后，怎么样了？先皇并非死于外力或毒素，只是因体质急速衰退而亡。至于为何衰退，恕臣等无能，此生闻所未闻，欲所未遇。怎么可能？你们好好检查了吗？老臣们仔细详查了多遍，
公主，现在你该满意了吧？父皇，灵儿没用，不能为你找出真凶，让你无辜枉死。灵儿好想你，真的好想。大将军，护国大将军吗？你这个时候怎么不站出来，看看到底是谁害死的父皇？好了，表妹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。就知道欺负我。太后，臣有一事相求，不知能否应允？白将军不必拘礼，但说无妨。如今先帝头七已过，妖祸未定，末将可否带公主回将军府，以保万全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着这种事？我才不要跟你回去。公主圣宁乃先皇临终亲赐婚嫁于你，现在已是你白府之人，将军此番请求合情合理，允准。谢太后恩准。王祖母，你这是要把宁儿往火坑里推啊。宁儿，如今你父皇先逝，你也已经长大成人，凡事要先以国家社稷为重，也不枉你父皇所托。王祖母，去吧，相信你父皇的眼光。表妹，不用担心，表姐会陪你一起去的。不知道白将军是否应允？无妨。谢将军。来人，带公主乔迁将军府。是。
阻拦公主，会有下人因此受罚。将军，瑞王在府外求见。告诉瑞王，我稍后就来。是。将军，深夜惊扰，海王莫怪。瑞王深夜造访，想必是有要事。何时所获？前日。瑞王意欲何为啊？将军有所不知，家母受先帝所托，自小将公主带在身边照顾。我和胞妹别亲，还有公主一直同住在一府。我与公主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从未分离。本以为可以共建连理，奈何天不随人愿，朝纲祸乱，先帝受侵，但是把公主赐婚于将军，实在令本王痛心难测，彻夜难眠。但是事已至此，实乃天命。本王只是希望将军能够独善其身，保护好公主，不负先帝所托，也不枉我对公主的一片至情。瑞王，你对陈留王印象如何？少时曾经在皇宴上见过一回，知晓不多。感谢瑞王坦言相告，白毅自会保护好公主。有劳将军。府中暗中保护你，你来的正好，快点，我们翻出去。啊，这万一让白将军知道了，你怎么这么怂啊？哪来那么多万一？快点，我们翻出去。快点！我听下人说，你可以自由进出，不用翻墙。再说，这不是还有狗洞吗？你才钻狗洞呢！他们的话你也能信啊？那个变态狂怎么可能允许我随意出入？真是够傻的！快点！哦。再高点儿，已经很高了。需要帮忙吗？那最好不过了。白将军啊！那个，我看今晚月色不错，我想上去看看月亮。看月亮？对啊，看月亮。这里看不方便，那去哪里看啊？看月亮，这里比较方便。哇！
高手就是高手啊。公主，还好还好，没事。表妹，表姐，昨晚睡得还好吧？一点都不好，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那个人把我带到屋顶上看月亮。那哪是噩梦啊？昨天晚上你和白将军在房顶上看月亮看了一夜呢。表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将军还吩咐公主在府中可以自由进出，让公主以后呀不用再翻墙了。没想到他来真的。不是真的难道是主的？表妹，你有没有发现白将军粗中有细，细中有刚，刚中又带柔，刚柔并济，撩的人不要不要的。你这么喜欢，那你拿走啊。我要是能拿走的话早就拿了。我看得出来白将军啊对表妹是格外用心。哎呀表姐，你别说了，我都快烦死了。好了好了，不烦了。今天晚上有个灯会，表姐啊陪你去散心。真的？那真是太靠谱了，我这几天都快在这憋死了。一定很好啊。公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白将军知道公主要去灯会，让我作陪，以策万全。这里好热闹啊。那可不，来了这么多人。姐，你看，看那边，你快去啊！哇，好漂亮啊！表姐，我们去那边。啊！好好好。
那个，刚才谢谢你啊。保护你是我的分内之事，你不必介怀。之前对你有些误会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是我夫人，我都不舍得伤害的人，又怎么能让别人伤害呢？以后我会注意的，不会再如此冒失。来，早点睡觉，好好休息。睡觉的时候不要碰着伤口。闪雷鸣的，你不好好睡觉，怎么到处乱跑啊？你有看到白毅吗？白将军有公事在身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表姐，幸亏有你，要不然我一个人得被吓死。你放心，这不有表姐在吗？公主，公主。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白将军有要务在身，特意让我守在你身边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幸亏有表姐陪着。那就行。将军不在，这电闪雷鸣的，你们多注意点啊。是。将军，这难道是为虎虎？为虎虎，将军说的可是伏虎将军为虎虎？嗯。可是为虎虎，自从奸杀于飞，被先帝打入死囚，无端消失之后，已经销声匿迹近三年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那天刺杀公主，被我杀死的是为虎虎的胞弟，吉水豹。他是来寻仇的。
看来不止寻仇这么简单。将军，将军，传令下去，方圆一里加强戒备，增设暗哨。是。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我有点害怕打雷。军中有要事，我去处理了一下。那下次打雷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留在我身边啊？好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就连这花园都和公主府的一样。就这样，要不我害怕。在下不敢有其他想法。将军言重了，公主惜我至亲，我俩从小一起相依为命，她是不会拒绝的。只要将军愿意，我什么都可以为将军做。
公主在哪儿？正在沐浴。对不起，不知公主何事？我果然没喜欢错人，既然白将军这么看得起别姬，那就让奴家来服侍你吧。小将，别来无恙啊！你卑鄙犯下滔天大错，理应悔过，为何还要助纣为虐？成王败寇，陈留王对我有再造权，我岂能不报？陈留王欺上瞒下，拥兵自重，勾结首府，里应外合，窥视皇权。你身为皇朝原伏虎大将军，怎敢与其造次？谁当皇帝我不关心，我只想知道我弟弟姬水豹的性命由你们谁来偿还。是你，要不然是你，还是他？姬水豹作恶多端，刺杀公主，我只能将其杀之，若要偿还也是我来偿还。好，今天我就要你的命。
真是痴情，为了美人连江山也不要了。我从来没说过我要江山。瑞王的生父不是别人，这是叛乱的陈留王。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，之前公主差点死于妖刃之手，若不是瑞王未卜先知及时赶到，恐怕公主早已遇害。而新月狐一直潜藏在公主身边，若不是瑞王不依。 恐怕在我见到公主之前，公主也早已遇害。看来，什么都瞒不过将军的眼睛。原来你是陈留王之子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事情的确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其实瑞王早已知道，首府大人和皇后一同串谋陈留王，先用蛊术害死先帝，然后再废除幼主，立陈留王为帝，瑞王为主。 可是虎毒不食子，皇后为何要害死自己的儿子？皇后早已不在人间，现在的皇后只是一个躯壳，早已被新月狐的胞妹韦金阳所侵蚀。皇上，瑞王，我让你听我的吧，你又不听，现在这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 住口！你有资格管我的事？想当皇帝的是我父亲，不是我。又一个情种，没办法了，只能姐姐我帮你先消除这孽障。 Yeah.
姑娘，姑娘。不知姑娘为何会在水中？姑娘，姑娘。